经验的时候就很喜欢我们，一直支持我们，到现在其实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了。将我推向悬崖，你是黑夜留给白天。那么欢迎来到王俊凯的星光游乐园。是时间的考验，你是贯穿时光的旅行者，是不曾停。开心的嗨起来好不好？能会唱吗？感谢孤独时依旧坚强的你，让我觉得很骄傲。后面的路会更加艰难，那些困难要难好几倍，但是啊，你别怕。其实不是特别多的时间，对，但是偶尔回一次家，就会在家里面吃爸妈烧的菜，对吧？经常爸爸妈妈隔很远嘛，离得很远，对，不管是多远的距离，都是有深厚的感情，对。对，16岁的王俊凯，不会超过15岁的王俊凯。现在的我长大了。马上就17了，为下一个生日的18岁做一个更努力的一个改动作，这是正常心理情绪的抒发。对，你喜欢唱歌，喜欢音乐，很高兴你可以一路走下来。王俊凯在16岁发布的第一首原创单曲，你曾说前两句很符合你创作这首歌的心境，感受这两句的歌词，仿佛触碰到16岁的你心境，想往上努力地追求你的梦想，也往下想要守护着爱你的人。树的愿望就是少年心里始终干净美好的初心。于是从那天起，是16岁的王俊凯背起行囊，像超人乘铁皮飞在空中，辗转各个城市，回家的日子变得少之又少。像直播的外国16岁单身的承诺，我给下一句 Carry Thanks for coming。你开始在镜头前唱自己喜欢的歌，于是你开始想，如果追逐你的梦想可以吗？能成功吗？其实我觉得大家跟自己就是喜欢自己的人过生日应该会开心吧，不会紧张，对不对？时间总是过得很快，可我总想留住些什么，证明些什么。我总希望未来回首再看，能浮现出让自己会心一秒的画面，这样即使中间有痛苦、悲伤、沮丧，但在回忆里都是最美好的。最后，未来的日子里，让我们继续陪伴。